所以哦，将来的话呢，只要是网络上面的资料哈，我们都会用类似 request 哈，这个模组，它其实还蛮好用的。后面加一个点 get，就给它一个网址，它就帮你把资料给抓下来了。那这个 get 的话哈，实际上就是一种请求啦，请求有点像是跟那个 server 那边对话，说我给你一个讯息哦，请你这个给我有个需求，request 实际上就是需求的意思，说我跟 server 讲话，然后讲话的方式哈，它讲话的方式其实有两种啊，一种叫 get，一种叫 post。不过是目前的话，你们现在是知道有这两种方法，就后面其实会用到。那所谓的 get 哈跟 post 有什么差别了？之后我们会再谈。然后呢，一般用 get 后面的话呢，给它一个网址，所以网址给它，然后再给它编码方式，好，它就帮你把资料给抓下来，大概就这样子。OK，那剩下就是你要知道，如果有出现错误讯息的话，可能是 no module 的话，那你就把它装起来哈。那再来的话就是把它存档，不过存档的时候呢，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个问题，就是资料的部分的话哈，它会有没有把它抓下来哈？你装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没有换行。可是，当你存档的时候，发现奇怪，怎么会多一个换行？而且我刚分析过了，主要原因是因为哈，它原来的原始资料哈，它的那个换行是反斜线 R 反斜线 N，OK 哈，而造成错误。那怎么办呢？那有个方法，就是可以把什么把反斜线 R 反斜线 N 有没有取代成为变成反斜线 N 就可以了。所以这里的话哈。我如果希望把这边的资料哦，把它全部取代哈，有点像是我们在编辑器里面取代，但是如果你在 Python 里面要取代的话，也蛮简单的哦。怎么做呢？很简单哦。其实我想到的方法就是把它下载的资料，这个下载资料，下载资料在这里啊，有没有？叫 HTML 点 test，就是我抓下来的这个 HTML 物件里面的话呢。它里面的资料哈，我要做一个取代动作。那取代其实在 Python 里面呢，可以在属性后面再串方法。所以呢，我可以再串一下，点什么呢？点 replace 就可以了。这个 replace 我们记得好像有用过吧？哦，取代嘛，对哈。那取代什么呢？它会给你两个参数，一个参数是 old 什么呢？你要把什么取代成什么？那我刚刚讲过嘛，哦，我要把什么？把那个反斜线 R 反斜线 N，那你就帮我把它取代成这个反斜线 N，这样子就 OK 了。好，那所以这样取代完之后了它就会帮你把那个原来在微软里面它的换行方式变成非微软的换行方式，有没有？那这样的话应该就搞定了。所以你会发现目前因为那个什么，就是作业系统的不统一有没有，而造成的错误状况，其实还蛮常见的。大概目前我们看到这两种，一种是微软现在用 CP950，可是，一般其他非软件都 UTF8，所以如果编码方不一样会产生错误。第二个的话呢，换行方式微软用这种，那非微软件用这种。所以以后的话，你如果遇到这种状况，就这样，那把它执行一下。所以取代完之后呢，然后呢，再把它写到我们的档案里面去。这样的话，应该就不会有那个刚刚那个换行的问题哦。所以我再加了这个，加这个东西。加完之后的话呢，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好了，看会不会成功哦。应该可以看得懂吧？那其实啊，你说老师，那我这样看，我看不太懂的话。我可不可以把它分开来？因为你用一个点 test，后面又直接执行方法，这样感觉好像串在一起不好懂啊。不过如果假设啦，你觉得看不懂的话，以前应该是这样写的，以前可能会多一个 s 嘛，s 等于这个有没有？把这个丢给他，然后在这边加一个 s，可是变多一行了啊。以后如果你假设不想多一个 s 变数的话。那你就干脆直接串在后面就 OK 了哈，所以两种写法都 OK 哦，所以呢，我的习惯是写成这样子，这样比较清浅，有没有？少写一行感觉比较清爽，好，执行看看，理论上应该没有错误讯息，好，那没有错误讯息的话，理论上应该是帮我把它取代掉了，然后并且呢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只要打开那个
根目底下这个档案，有没有？这个是北市住宅窃盗点 CSV。刚刚的话呢，如果没增加这个取代功能的话，它就会帮我全部都有没有变两个换行。那、啊、现在的话呢，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哦，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了哈、哦。好，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已经把它存成 CSV， 所以存 CSV 呢还蛮简单的，哦，所以以后如果你假设要把什么样的档案哦，从那个网络上面抓下来，它是 CSV 档，你就这两个 OK 了哦。所以雪啊，你可以练习别的，开放资料上面一大堆资料，你也可以试试看。像这里面的话哦，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方是 CP90 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你假设哈、哦、换成别的的话，像刚刚看到这个，我们在你可以找一下了。我的习惯是找那个全部资料集里面的最底下那个档案类型哈、哦、是 CSV 的，这边。那我的习惯是按照那个浏览次数多的到少，那我可以我看一下哦，这里面我记得好像像这个盘后这个我看一下。这个是 Big 5啊，我不确定。哎 ，UTF8 有没有？像这个就我看起来哈、哦，大部分呢应该都 UTF8 为主 ，Big 5好像越来越少，基本上没有几个哈、哦。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要抓这个资料的话，那一样嘛哈、哦，你说把它怎么样？如果按照刚刚的动作哈、哦，其实也不用做什么啊，你就把这个当范本，然后开一个嘛哈、哦，然后把它贴上。那你只需要改什么呢？改，比如说你要改抓这个，哦，就是什么？哎，里面一个、两个、四个栏位了哈，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网址直接改到这边，把它盖掉，有没有？算号里面 delete 掉，换这一个哈。然后记得哦，这个编码方式就不能是这个 CP90 的哈。然后呢，把这个名称换一下了，这个名称换成叫做盘后资讯好了。有没有这个资料？哎，取代应该就可以不用取代了哈、哦，不是每一个都需要取代。好，把它 delete 掉。好，那这样的话呢，改网址，改存档的名称，执行看看。但 CP90 我现在没改，我看一下哈、哦。哎，有没有乱码对不对哈、哦？把它改一下。那记得啦，不是 CP90， 不然就是 UTF8。哦，反正这两个你们可能记一下，如果这边乱码的话，你把它改一下 ，OK， 执行一下，哎，这边 OK 了，然后也存档成功了，所以理论上哈、哦，这个时候再开那个根目录这边就有一个叫什么盘后资讯，打开看一下，哎 ，OK， 哎其实还是一样，我发现这种状况还蛮普遍的，有没有？它换行还是一样，所以理论上哦，只要在做刚刚的事情，就是把什么把那个盘后资讯这边有没有？加一个点的嘛，点 replace， 然后呢，一样把这边的 old 哈、哦，把它改成什么反斜线 r， 反斜线 n， 然后这边 new 的话呢，变成什么？变成是反斜线 n， 这样应该 OK 了。执行一下，你没错误讯息哦，重新把它打开，盘后资讯看一下，哎 ，OK 了，有没有？所以。网络上面的 CSV 哈、哦，这样的方式两个动作应该就 OK 了哈、哦，请各位试一下好了哈、哦，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哦。所以如果你假设换成别的那个资料连接的话哈、哦，啊只要什么记得哦，看一下它的那个编码方式哦，哎是不是 UTF8？ 不过还有了哈、哦，我记得好像 UTF8 哈、哦、encoding 这个好像可以不需要。它预设好像就是 UTF8 的样子，哦，好像只要那个 CP90 才需要。我试一下，如果哦这个把它刚刚那个我试一下，所以盘后资讯哦，因为它是 UTF8 的，哎这样这个把它关掉。所以 encoding 部分我印象中好像只是针对那个。非 UTF8 的样子，我试一下啊，执行一下。所以如果 encoding 不加的话，哎，好像是正确的哦。要打开一下，我看一下。哎，这样也 OK 哦。所以呢 ，encoding 部分的话哦，只是针对那个非 UTF8 才需要加。如果你是本身就 UTF8 的话，
那实际上应该是不需要加的哈。哎，可是为什么还是反斜线 R？ 所以可见得哈，它这个资料有可能是它用 Excel， 然后呢，它把它另存新档的时候，哦，然后呢，可能编码方式我在猜哈，它可能是针对那个编码方式哈，去修改了它的那个编码哦。这个，请各位再试试看好了哦。看一下编码好像是不是可以，是不是也可以变更啊？是不是 CSV 本身也可以把它改成那个Unicode 文，可能是把它改成 Unicode 的格式哈，所以会造成那个编码方式哈，会是 UTF-8。这个请各位再试试看好了哈。